谢谢，哇，请慢用，谢谢。哦，什么？你也比较少，有一只蚂蚁，叮咚，录下来，录下来，快点录下来。有蚂蚁，对，有蚂蚁。哦，在吃了，哦，在拍照留念嘞，真的是，这就是好好的好的真相。蚂蚁是行走式调味料。嗯嗯，哎，那个工配让鱼子酱，不是啊，那个松露酱不错。 嗯嗯，好吃。哎，何俊杰真的蛮厉害的。哇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没上果子，不用不用，风那么大，很荒谬。走走，何俊杰，我就说要进室内嘛，像个追得像鬼一样。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。嗨，对，我们今天做就是那种西式，然后炒一个青菜，嗯，miso mushroom。 嗯嗯，牛排，我跟你讲，这牛排哦，而且松露酱可以配蛋跟那个，这个牛排还有再一块哦，所以就加一块哦，好像没有，没了没，可以两片嘛，哦，应该都被锅卷不吃光了，切小块，有人要看，很多人以为是，嗯，这牛排好吃哦，所以他们刚才为了留一点给他们吃，好吃好吃，牛排很好吃。 好，你慢慢享受。好吃，好吃。冰美式。嗯，专业的 bartender 昨天没帮你调到酒，今天帮你们调一个冰美式。好，请享用。很有样子，这怎么？摇摇的。哦，你用摇的。嗯。哦，冰美式可以。那我最难忘的其实是他们餐点。 这很难得，因为我不爱吃的人，但是他的餐点真的让我很难忘。嗯嗯，那你说其他服务不熟，你看这些人就算了，我们没有受到伤害就好了。但餐点真的厉害，完食。哦，咖啡很好喝。对啊，哎，那我的热美式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得来速窗口吗？ 再来一次，小姐，我点一杯热美，还没好吗？哎哎，再低，再低，等下再来，再一趟再来，海水，再来速冲，很像，还没来啊，一直在帮你弄，绕一圈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学福民宿开门喽，想知道我们做什么独家甜点吗？记得要订阅我们的光开门就很忙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甜点控们千万不要错过喽！